亚洛伊跟怪兽们战斗很吵，连我这个坐隔壁都不行吵。没有什么不好，很吵啊，耳朵会不舒服啊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可是你想要伤害我的耳膜？熊的耳膜是很珍贵，知道？不知道？可以卖钱？不行，为什么这个太贱？熊的耳膜是可以卖什么钱？卖给需要耳膜的人。最好是，你都知道不行。熊卖，熊卖，恐龙化吃火兽。这是猫，猫啊，它跟我的头一样子，它是不是毒系？哎，我怎么知道？怎么可能？想说你擦它一下就行了。我要装戒指的熊。哎呦，它还痛，它还痛，它很痛还打，真的是很怪。感觉像是什么传说的素材，小皮皮还是比较好的，小皮皮带，好喽，都还没拆了，为什么他没？他为什么怕不一样？他是火，他跟龙兵才对啊，我有时候不能理解他们的属性可能，有可能我觉得洛伊，哦，洛伊真出手，我觉得我要。而且为什么他明明是火系，但他会被不知道，但他就是怕嘛。啊，你去取，赶快存灵火，然后回血，可以这样。哎呀，好久没有看到高速转动的。等一下，我想想，之前魔物也没有那么快啊。还有两只哎，好刺我。两只要怎么办？先跑再说。好吧，不然就营地出血，地也不行。哎，他们没有看到我，看到也跑啊！哦，那什么啊？地雷地。几点关？十一点。我还在后边。捡药草，还捡呢、欸！赶快捡，在这后面来了。看，救谁啊？同一个。不安坏。那你根本就没有躲开。哦吼！翻山越岭要找到。哎，他是丢地雷。对。到你。其实我也很晕，对吧？对吧？真的不是我的，我的错觉。熊几岁？我有问过，但是我忘记了。我跟天一样大啊，都很老。No， 我们半半百，拒绝承认。半半百，我拒绝承认，不行。里面有人，啊熊哎、欸，还有熊，他又不是熊，一天到晚说他是熊，还打你熊。打不赢，先跑。熊是不是都是设定在冰系啊？看那个伏地贝，双力兽，你说的双力兽也是，如果也是熊的话，不都是冰系？因为北极熊，熊感觉就很耐冷。不可以哦。Blue Green will be taking us. 为什么你要来我家拉小提琴？他想要在我们社区制造一个非常良好的音乐，然后就会一起大合唱。那是你好啊，不是我。他跟楼下的北北竞争。我们要开社区园游那个社区合唱团，然后整栋整栋唱。亲这些土匪。十二分钟清，哼，小看我，昨天还被土匪打在地上，不会，
觉得他已经看到我视力可以不要这么好。不能因为你视力不好就觉得人家视力不好，我主要没看到你。先灭了他们的钟，警钟。This won't give me trouble anymore。那你把他灭了都不会有人发现，他就不能找人。我22岁，你不知道好大，哪样机关比我们还小吗？没有射头吗？我要吵你家人啊！不行，没有家人可以吵，但还是不行。Steward me, steward me。起疑了，废话，你把人家杀掉了，那起疑啊？哎呀，射歪了！马上来录。都那个了，刚才丢了个什么炸弹，一次杀很快啊，不然你要死在这里。我可以躲啊，躲一躲啊，你不是说你不怕、啊？这种时候就要暴徒的杀法，不行啊，那不行，因为我很弱啊，这无尽啊。跳出来了。躲避啊，把他杀掉啊！进蛋啊！Where that came from？ 哎，真麻烦！打他的腿！我觉得都是炸弹，我觉得强。因为我记得对人站丢炸弹好用。你这样也丢了很多颗，你不如慢慢瞄准就击中。安安呐、啊，安安，都要关台了才来呀、啊，安安呐、啊！哎呦，讨厌，这样我的血什么时候才上来？第一次看见了开头像也好酷哦，对呀、啊，很酷、啊。这也是第一次我在直播开头像，恭喜你抢到第一次。但是影片的话我之前就用过了。婴儿到底怎么给婴儿睡觉？这不是我的专业，这是好问题，可能要问妈妈。这是不是会扫到我？会吧，要摘到你就直接打吧。为什么他们画扫描？有经验丰富的猎人，我不太躲了，所以你现在比较高，你就打他。别归了，就被打。你以为我现在没有血，我打得赢吗？这。偷偷说一件事，不像你在这边说，应该不算不上什么偷偷说，大家都说。对啊，宝宝给他安全感，我跟他说宝宝安全感哦，他就会有安全感。给他熊熊，看看会不会死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给他爆，满满的那个还爆。哎呦，那个一直在从很远的地方杀我。一直叫我赶快打，打不赢。赶快呀！催促。要叫喽，晚安。催促你。不要再催促我了。我已经不。我觉得他们都没对你干什么，自然就往外跑，外跑。他们实际上还只是躲在下面，不是没事。你没有被他们有射箭吗？啊，对啊，射你应该不痛啊。哪里不痛？你也没扣很多血啊，相对于怪兽打你，他们没有打你啊。我已经没有。哇，你等一下再进来啊，看能不能。你等你先走出去之后再进来。
我在想有没有办法上山，好像没有路可以上，别跳下去啦，这边不知道跳不跳。看看行不行？嗨！说美人过奖，就千奖比较美。第一次看到本人，我这样的影片也有本人哦。他的影片的本人已经很早就出现。对啊，是直播的本人很第一次直播。他们都是回味的，不管了，打他！好像，快打快打！那个三角形，那个是顶钟还是什么？那个好黄，那个是萤火。他对一个没有火的地方萤火。哎、欸，是你家三亚第二次看直播，嗯，上一次来了吗？等他们放掉，直接再一个一个进去，就直接当暴徒杀光光。现在就算是这样，我真的不能理解，他明就没有火，但是他一直想要在那边取暖。人家是靠爱取暖，我在萤火隔壁，然后用内心取暖，这样吗？对呀、啊，很厉害吧。那你等一下就这样取暖。我看到千鸟在暂定风云 FB 社团po文哦，哦，好啊，射爆他！这魔镜还没有射他的头，他被他的盔甲挡到了。那骷髅是什么？不是骷髅，代表他是比较强。哦，以魔物来说，他是白。是血多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两剑爆头还不死、啊，这是什么剑？确定有爆？没有血爆头，坚硬的头。有来那个伤害有爆头。想象力是爆头的能力啊！用无尽龟杀比较快。不要再看了啦，他会发现无尽。无尽啊，无尽攻击。什么无尽攻击？人不行啊、哦！他是无声攻击，被看到了啊！我就一直记错他什么攻击没？我觉得你不用跑那么快啊，把他 Q 了 ，Q Q Q Q。我当然是要逃啊！我这么弱，按理来说亚罗近战也不是我来对啊。亚罗伊近战比较弱啊，因为他只会用弓嘛，我又不想耗费太多资源做炸弹，睡不着，努力的睡。What do you got？ 不要睡。我也想玩这款游戏，可惜我买的是 AKS 80万啊，不错啊 ，AKS 80万，你只好再买一台了。欢迎回来！欢迎回来！打他 ！PS 是上面是有很好的独占游戏的，说那个最后生还者，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完。最后生还者啊，地平线啊，战神好像也是吧。话说 PS 的独占游戏我都不准开，为什么？我都不准开、啊、我到现在，哦，那地平线，不，我的最后生还者看人家直播，直播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我都会停在那，就没有办法去往下。真的是哈。最后生还者二超期待，天降。超期待加一，我只想知道小爱怎么打。
的后盾就没了。用无力打他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七老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